那还是我来吧，那还是我来，那还是我来。我摸了。你要当队长啊？没有。想干嘛呀？那给你当，给你当来，你当队长。不是你旅游没关系，你知道吗？嘲讽你知道吗？他们出去之后可开心了，我以为他们会难受两天，你知道吗？不是当天就当。听公司安排，有这句话，想去哪儿都行。北京好场地，天安门一日游。最不方便的是什么？不能进网吧呀！不能进网吧呀！我不承认我是邋遢，我只承认我墨迹。今天像小公主你算了，公主的话可能是你，但是公主病的话绝对是像老太后，她不算老小公主。其实我觉得杨洋最像小公主，她不是小公主，她有公主病，就很事儿，各种事儿呀，就势里势气的那种。没有反对。对，好，下一个。节目结束之后，就会揍一顿就好了。他，你还敢去？他，我反对小小孩。你这个兰花指可以啊，九岁，我给你放在17岁吧。那你不是放在了我的年龄？哎，行行，我也是，你们都巧啊。那你四年里面谁是最容易吃醋的？小弟肯定是小弟。妈呀，我买个什么东西不给他带，就一天天事儿事儿的。老岳是属于就是，你比如说他给我买了东西吧，我下午没给他买，他会看你，他会提一句，啊，那你买可乐了。这个谁都不服谁，没有的，没有的，就看粉丝名字了。我觉得你搁这做什么小动作呢？就是什么梁七，忽略这个人是吗？不是把这个人打得跟马赛克了吗？之前就已经去一，声音也逼掉好吗？如果你看到对方在舞台上笑，你会裤子裂开，你的第一反应？真乐，我们四个这么不 peace， 一路吃胖了。对。我们毕竟还是一个偶像男团，偶像男又裂裤子又放屁的，干嘛呢？这是，果然是辣房，果然。爬墙，爬墙什么意思？本来喜欢你的，然后突然喜欢别人了，吓我一跳。就是本来喜欢你的，突然喜欢我，我只能说他有眼光，真的是。翻墙，翻墙，翻墙！老岳说，可能是我的不好。哎呀，真诚一点，多一些真诚，少一些套路。